哎呀！来来来来，立定！哦，让你跳吧，给你摆好啊，给你交代哦。合开花庄桥边，市长罗清典五月一号就来到这，现场的里长、民众、小保安都拍袂停，在向着市长罗清典表达感谢。原因是过去合开食水问题，这几冬已经无再来发生，而且呢，现主席市长又伫个这要先来设一个临时抽水站，也无怪讲大家会这么甘心。因为咱整个合开市区哈，迄个差不多有一半拢是排队花庄桥这出来，哎那将军溪那涨起来。咱市区的水都排袂出去，啊，都爱靠抽水机。啊，过去拢是放两台移动式抽水机伫遮吼。啊，咱即马正式的抽水站也未完成进程，咱先用现有的经费，啊，用咱迄个其他的抽水站调过来去做吼。啊，咱做一个三栋每秒差不多十台移动式遐尼啊大的量，吼，啊来抽水。啊，今年差不多五月底。会使来发挥功能，安尼对客家市区，那将军溪涨，不管是风台还是豪雨哈，将军溪涨起来，伊个市区个排水较有保障。临时抽水站的这台抽水机，伊个抽水量是等于一般十台的移动式抽水机，初步总共开了1600万，确保客家地区的安全。当然，市政府有在做，百姓也拢看有到。作为民意代表，体会是上深上直接的。哦，那是讲哦，阿姨咧。三年多来哦，啊，我担任议员，哦，啊，当讲咱市长会当讲哦，啊，上任了会当第一优先就是伊，哦，伊个政见啦，啊，我感觉哦，伊咧治水哦，会当讲啊，以我哦，伫徛伫地方啊，哦，我讲的当然要100%啊，哦，啊无，哦，真啊，伊学家咧治水工程啊，哦，会当讲伫上任来哦，会当讲啊完成到哦85%哦，成绩也非常的好啊。所以我吼会当代表吼，地方会当感谢大市长。啊，因为呢，感觉讲咱的市长对这治水方案吼，啊，遮尔那认真吼，会使咱感觉有较安心啦。啊，尤其啊，咱的水利局长吼，啊，伊的专长发挥伊的功能吼，啊，这几冬来伊来台南市政府，啊，来换这水利局吼，啊，在这咱的。啊，市调领导之下，感觉做了有声有色啦。啊，照安尼看起吼，啊，比较客家啦，即马较唔免烦恼啦。咱客家区啊，咱的治水范围，会使讲啊，差不多有85%完成哦。不只是咱啊，将军溪，包括着咱草南，包括着阮达明，啊，包括着咱溪北的地区哦。我咧想，咱的乡亲拢有伫即几冬啊，即、這个。啊，雨季的时阵吼，感受到，无像咱爸爸所在，每一个人啊，拢冒咧号啦，会使讲吼，每一个代表、每一个里长，无一个用的，拢咧救灾。但是这个情景吼，可能咱未来咱会看袂到啊吼。一旦予地方卖食水，这是大市长的政见，嘛是百姓的愿望。大市长伫含大家讲话的时阵，是来强调讲，地方上倒位会食水，水安怎食，要安怎伫即个知识，地方上的人上该了解。所以伊在治水的工课顶头，就是伊着做医生的精神，先听看卖啊基层的民意，然后对症下药，用上少的钱达到上大的效果。我咧学家问食乡长嘛吼。哎呀，教着镇长，食镇长，啊问里长，吼、哦、啊水较淹足大，人安怎吼？咧地方有啥物代志哦？水淹足大，啊你想啥物较淹足大？恁着加工啊，下水道遮嘛，对无？下水道遮，吼、哦、啊这死啊这出袂得出去啊，将军溪那边个袂得出去啊，哦这应该爱市府应该做抽水站嘛。啊，所以就叫专家，叫医生来啊！医生来检查看卖，对不？哎、欸，有影了着吼，排水管线无够啊！啊、哦，啊，这抽水机伤少嘛，啊，无甲先甲创一下，开1000万吧，那甲创一下临时的，甲装10台，10台佫今日无够，佫争取较永久的60台。啊、你看卖，我这治水是用做医生的精神咧治水哦。除了设临时的抽水站，即马市政府嘛正在争取6年600亿的治水经费，拍算伫只设一个永久性的抽水站，让客家袂搁再有食水的代志来发生。